我们不要选手啦，因为拉克是靠过来的。我们后手。我靠，知道哎，是弄不死他、啊。哇，是真的啊，超神！没事，真见鬼！我还没死，那你总该死了。是不是要巴龙啊？这回合要帮他们吃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其实想要直接杀人的，就看到发现，哎，我队友巴龙吃不掉，哎，这回合帮他们吃，就让投了。队友要上，我再跑一块。再见。啊，不行了，我算他无敌，我不行。选，被骗了一个大招啊！走开哦，你知道干我了，快逃！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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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，都赚了。反我 TP 啊，都不亏啊，不会怎样啊。啊靠北，我们有两张公布鞋了。啊不行，血不够，手还短。不过还好啊，我们辅助没死啊。他真的飞过来了，还是蛮屌的。我们这边人比较多，其实被打得快。靠腰塞就会爆开，一会儿一下 ，nice， 够漂亮。
啊靠！不过还行，计划还可以，还是有点小亏，但还行啊，三万三，因为有人先被抓掉，三万三还可以。那个摄影机很有义气，可是没想到，我只能说，我真的是觉得他玩的还行啊，他那个帮党，我心意到了，心意到了，心意真的到了。我们就去压着啊，因为我们就要出来了。我干，好猛、喔！我心里在跟你怕的。啊，没事，漂亮，没事。应该要赢的啊，这盘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艾克，你就爆了！漂亮这波，不退反进直接打到底啊！算了，看能把中塔给磨掉了。Nice， 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这把赢了，这把赢了。这里有个香菇哦，这里有香菇，被踩到。GG 啦，都过了，终于感动，一次就过哎，三次零败，太爽了，一波到底，一波到底，一波到底。GG， 哦，这样，这已经是第二次看到这个上钻石的那个动画了，因为前天打弹性积分，也把弹性积分打上钻石了。咱们想上分还是非常快速啦、啊，心中又上了一个钻石。啊，龙女这版不算冷门哦，这版龙女是热门打野，因为龙女被 buff 不是被 buff 被改版以后，她直接从倒数第几名的打野直接变成 T1 打野啊，胜率前三名。